好来，各位请起立。今日，请坐。啊，各位哈，咱个来介绍了哈，过差不多半点钟了哈，时间确实无啥够哈，因为我故事真多啦哈。啊，若要讲细讲落去吼，哇，可能几啊点钟会当去讲啦吼。啊，但是今仔吼，啊，咱来讲一个咱过去，但这个1920年代到即马吼，将近要一世纪啊呢。即马2012年个，吼，差不多将近要100年啊吼。啊，咱这台湾人过去这各时代这精英，啊，为台湾打拼出钱出力的吼，啊，到即马呢，啊，咱的地位呢，啊，佫无改变安尼吼，啊，所以到底是为着甚物吼？啊，咱遮打拼吼，啊，咱无法度改变啊，咱台湾的即个现状安尼吼。啊，即个1920年代，毋是讲即个。1920年代以后，台湾人个开始为台湾的打拼，这疫情呢都有啊吼。啊，咱知1895年啊，日本开始啊来占领台湾的时阵吼，迄阵台湾人有抵抗，有武装抵抗吼，迄阵就用武装啦吼。啊，你台湾人武装要抵抗日本吼？正规的军队，你无可能赢吼、哦。咱用德哥到蔡哥边咪拼，拼输啊！啊，所以是拢白白牺牲吼、哦。啊，咱知影这个最近的电影吼，哦《赛德克·巴莱》吼、哦，啊，就是咧做这个武侠的事件，迄就是武装抵抗日本的这个事件吼、哦。啊，这个片吼、哦，当然是做了真好啦吼、哦，但是看得吼、哦、真悲惨啦吼、哦，真悲惨，差不多拢台安尼台家安尼密密麻麻吼，规族拢差不多灭亡安尼吼。啊，所以1920年代呢，有一个新民会吼、哦，啊，伫日本东京成立，吼、哦，啊，1921年啊，咱知影吼、哦，这个。台湾文化协会成立吼，啊，领导者呢是蒋渭水医生，啊，甲这个林献堂先生吼、哦、领导的。啊，1922年呢，有一个台湾议会基层同盟会，啊，这是领导者吼、哦，林献堂先生吼、哦，啊，伊是台中武峰哈、哦，武峰的人哈。哦是这个台湾五大家族之一啦，哈，林献堂先生，哈，啊，1926，啊，这台湾农民组合成立，啊，农民组合呢，伫屏东这个所在，啊，领导者呢，就是蒋介甲赵刚，哈，啊，赵蒋介呢，伊是一个小学的教员，哈，啊，到尾失调做教员，哈，啊，领导农民运动。啊！伊当时伫屏东呢，啊，拢是种甘蔗吼，啊，有会社呢，啊，即、這个做糖吼，啊，甲外销安尼吼。啊，1927年，啊，台湾文化协会分裂吼，啊，分裂了后呢，有组一个台湾民众党吼，即使讲是台湾第一个政党吼，啊，毋是民进党，是台湾民众党吼。啊！1928年呢，有台湾共产党吼，伫、哦、即个中国上海成立吼、哦。啊！1930年呢，有一个台湾地方自治联盟吼、哦、成立。啊，领导者就是林献堂先生、蔡培慧先生吼、哦。啊，以上呢，即个即个社会运动啊，啊，主要呢是即个争取即个参政权。要求日本政府呢，予台湾人参政吼，啊，毋是要要求啊台湾分离啊，变作一个独立的国家吼、啊。因为迄当时迄、那个年代呢，台湾是日本的土地，日本的领土，
台湾人是日本籍的安尼吼。啊，伫即个社会运动的过程中啊，真济真优秀的台湾人呢，互日本起诉判刑，啊，伫遐关的吼，哦，真济的吼。啊，遮拢真优秀的台湾人吼，像魏水先生、蔡惠如吼、林明川、蔡培慧、林佑春。林佑春是迄林献堂的弟啦，吼。啊，江家张钦谦吼，伊即个是文学家，啊，罗河是中华一个医生，啊，佫一个真好个即个小说家吼。啊，佮杨贵吼，杨贵台南人吼，嘛是真牛个一个文学家吼。啊，即个罗河医生啊，伊中华人吼，啊，一边做医生。一边写伊个小说吼，伊个短篇小说写了真好吼。啊，即马台湾文学呢，将罗河医生呢，佮尊称做台湾文学之父吼。所以文学伊迄当时吼，伊即个水准就足悬啦吼。啊，罗河医生呢，伊即马，因根据因孙仔咧讲啊。罗河医生有一天呢，伊做医生吼，啊，咱古早台湾人，若毋是讲破病破啊真严重吼，袂去找医生啦吼，医生费用贵贵啊嘞吼，啊，真侪去找医生诶，哇，医药费用纳袂起啊，啊，拢欠销啊吼，啊，销记伫壁里那嘞吼，啊，有一天呢，罗河医生呢，离到暝啊吼。啊！伊只小单摕起来看吼，一沓个小单吼，啊！伊想讲哇，啊！只小呐，收收个吼，啊嘛真好过年嘞吼，啊！所以离到暝伊就上几波，上几暝就对啦吼，到底要去收唔去收吼？所以隔工呢，伊将只小单呢拢烧掉吼，无去收就对啦吼。伊是讲伊歹过年吼，啊！遮济人那个收嘛歹过年吼。啊、所以另外一个人歹过年安尼、啊、所以罗河医师伫中华吼、哦、受到非常的尊重吼、哦，啊，伊早过身吼、哦，差不多四十几岁就过身吼、哦，啊，伊出葬的时阵，即中华人啊，拢徛伫街路啊，给送安尼吼，有这个故事啦吼、哦。啊，1934年吼、哦，有一个太阳殿吼。哦啊，这就是台湾这个啊油画家所组织的一个展览吼。在迄个年代，台湾油画家若要出名呢，因的作品爱送去东京吼、哦，啊受这个日本的评审委员评审，啊那得奖吼，哇不得了吼，得奖吼就出名起来呢吼。啊，所以因人民讲，哎、欸，安尼唔对咧，咱台湾人的作品，啊，台湾人家己来审吼，啊，家己来这个评选安尼吼，啊，这就是这个台湾文化艺术吼，这个主体意识的一种表现吼，要含日本人无同啦吼，啊，即个油画家内底呢，哦，拢鼎鼎有名吼，各位唔知。知影无吼？像即个廖陈德基是较早过身啦吼，廖继春、李兆昭吼、颜水龙吼、啊李梅、邱阳三郎、陈林宝等等吼，哇，即拢非常有名吼。因的画伫迄个年代，哦，水准就足悬啦吼。啊，因即马一挂画呢，伫国际拍卖场内底吼，毋是几千万嘞，拢上亿个呢吼。因的话就是讲，伫1930年代台湾的文化艺术的黄金时代吼，迄个时阵吼，啊，陈林宝先生伊是嘉义人吼，啊，228的时阵，就国民党清杀去吼，啊，拄拄也有提起1941年啊，太平洋战争啊爆发开始吼，啊，过去伫迄个年代，台湾人呢？拢去日本留学，哦，去遐读册，啊，读册了呢，真侪无转来台湾吼，拢转到中国华北迄个所在，因为中国华北
日本帮忙有成立一个满洲政府吼、哦，啊，你一个政府形成啊，需要足侪人才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台湾人走去华北，哦，足侪吼，那像有四五千人吼、哦，走去遐，大部分是医生啦吼、哦，但是因去到中国的时阵呢，啊，唔敢讲因是台湾人，讲因是白痴啊吼，啊，互相之间安尼称呼啦吼、哦，啊，即个。家庭经济较歹，无法度去日本读册。我因为战争的关系，定调做军夫，定调做兵，啊去南苗，派去南苗作战吼，嘛、哦、几啊万人吼、哦。啊，结果呢，派去南苗的有倒来吼，会使讲足少吼，大部分拢牺牲吼，拢、哦、死伫南苗迄个所在安尼。1945年，台湾战败，日本战败，吼、哦，啊，即个伫中国遐做过败，哇，当然真欢喜啊，我、哦、要倒来接受台湾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变作做过败，回归祖国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即、這个1945年，吼、哦，即马真侪少年嘛拢无了解，吼、哦，大家拢知影讲，日本战败，唔知讲咱台湾嘛战败咧，吼、哦。台湾嘛是战败国，吼、哦！啊，真侪少年人捌甲伊骂讲，迄、那个二次世界大战吼，因倒去哦，一个日本飞机轰炸啦，吼、哦！讲你讲对啊，唔对安尼吼？迄、哦、当时台湾是日本的领土，那日本飞机轰炸咧日本的领土，吼、哦！所以对历史就是无认识、无清楚安尼吼。啊！即回归祖国派即人呢，1947年两冬后呢，哇，开始大屠杀吼，开始杀人啊，吼、哦、啊，真侪拢牺牲掉吼。即、哦、我是写几个名尔啦吼、哦，林茂生啦吼、哦，陈奇吼、哦，啊，华人的张七龙医师啊，甲伊的囡啊吼，即啊甲陈林波先生，拢总呢。根据这个George Kerr的这个一本册啊，被出卖台湾呢，伊是讲差不多25000个人牺牲啦，吼、哦，啊，真侪人讲哇唔灵啦吼，这数字应该比这搁较济，吼、哦，啊，但是迄当时呢，火箭嘛乱糟糟吼，所以正确的数字啊，可是无人知哈、哦，啊，了呢，这杀无死的，变无死的。我爱走啊，走路啊，吼、哦！像这个赵少龙、杨克宏，这是台湾共产党，吼、哦，嘛爱走路啊，吼、哦！啊，这个赵少龙哦，是一个台湾女性，吼、哦，一个真传奇的一个女性，吼、哦。伊本身是一个勇女，吼、哦，啊，有法度靠伊家己的打拼，吼、哦，啊，领导台湾共产党，吼、哦，啊，尾仔呢？去到莫斯科大学读册安尼吼，真无简单诶台湾人吼。啊，伊走离开台湾，安那走离开呢？伊想讲上危险诶所在，就是上安全诶。啊，所以伊走去高雄做营吼，迄阵中国国民党诶军港伫遐吼，啊，伊坐中国即个国民党诶战舰吼，啊，逃亡去中国啦吼。啊，这个廖文业先生吼，啊，苏明鼎吼，苏明咱嘛知影吼，这吴医生伊90多岁啊，一生拢为着台湾独立运动咧拍拼吼，到即马搁咧行街头吼，啊，真无简单啦吼。啊，国民党要甲你啊，伊嘛爱走咧，啊，伊安那走呢？迄当时，这个屏东出山金蕉，哇，金蕉吼。拢用迄竹篮啊吼，一篮一篮吼，啊送伊个鸡篮码头，啊鸡篮码头呢来靠迄个空港吼，一篮一篮举起哩船顶吼，啊苏明先生就举着空港吼，哇腾白体安尼吼，伊总共就身体也足用吼，啊迄个贵人的金蕉害起哩吼，啊就扛起来船顶，去到船顶了伊就灭啦，灭啊，啊船就开去个。日本啊，日本伊就跳船啦吼，啊，结果呢，跳船呢，哇，叫日本警察杀掉，哇，杀掉日本就
准备要甲送倒来台湾啦呢。啊，拄拄啊，国民党诶，即个中华民国啊，有一个公文送去日本，讲要通缉即个苏明。啊，苏明去啊日本诶时，伊申请政治庇护，我啊，国民党要甲通缉啊，啊，所以政治庇护怎啊甲准啊呢吼？啊，所以国民党呢啊救着苏明啊呢吼。啊，1949年哈，啊，都都有讲哈，啊，蒋介石啊流亡来中国，流亡来台湾哈，啊，所以这个中华民国，啊，是讲蒋介石甲伊的党军呐哈，有两定的性质哈。1945年，伊占领台湾；1949年，流亡伫台湾哈，相定的性质哈。啊，1950哈。啊，国民党佫挖起来，吼、哦！国民党复行四世，啊了了，开始白色恐怖啊，吼、哦！啊了后呢，即台湾人都哇，唔敢出声，吼、哦，禁声，吼、哦！啊，1952，即、这个旧金山合约，吼、哦、，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， 吼、哦，生效，吼、哦！啊，日本放弃台湾，啊个平和。这个一切的管理哈，啊，1950年代、60年代，就和早期日本时代相共哈，大家拢去日本留学。啊，这个年代呢，大家拢去美国，主要去美国留学哈。啊，这个留学生呢，就是伫美国1956年第一个台湾独立运动哈，啊，伫美国费城哈。费拉达菲亚成立，啊，1957年呢，有一个省议会的选举吼，啊，拢知影有一个五虎将吼。啊，1964年，即、這個、台湾人民自救宣言吼，啊，即咱拢知影是彭明敏教授啊，甲因两个学生吼、啊，主要是贾聪敏吼，伊起草的吼，啊，彭教授甲改啦吼。啊，另外一个学生是魏定条吼。啊这桃园遮的人哈，魏定条已经过身了哈。啊，伫迄个年代，1964年，咱知影，迄是反攻大陆的年代哈。直直到拢咧反攻大陆去的哈。啊，你这个自救宣言甲话讲咧反攻无望，哇，这就抬头啊，这当然是抬头做，啊，所以就掠起来哈，遮人拢掠起来。啊，结果因为彭教授呢，国际上。啊，即有名即学者吼、哦，所以国民党还阁唔敢个判刑吼，该、哦、即个软禁伫伊厝内吼，哇，软禁3-4年吼，伊、哦、感觉讲，哎、欸，伊个性命吼、哦，随时会受到威胁啦吼，伊、哦、决定要走，哇，伊24小时封监视个人，你是要安怎走吼、哦？啊，所以伊嘛真熬啦吼。哦伊就是开始呢，想一个办法，逐日拢徛伫伊客厅的窗口哈，啊，监视人咧甲看咧，讲啊，伊都还阁徛伫遐好势好势吼，啊，伊就开始流喙手、流头毛安尼吼，哇，啊，久来我就变虎手的啦吼，啊，有一天呢，有一个美国传教士叫做 Thornbury 吼，伊嘛是虎手的呢吼，啊，这个虎手的 Thornbury。暗时来个拜访吼，啊，暗时可能监视的人嘛咧独孤啊咧吼，嘛无啥看的吼。啊，结果隔天呢，这个迄暝，彭教授这个福州的就拜访了就出去啊，吼。啊，这个双教授的福州的都留伫因家吼。啊，隔天透早伊就徛在窗仔口互看咧吼。哎、欸、呀，都远远看到虎手还佫伫遐咧吼，虎手也无走吼、啊，结果人已经走到水电斯达克嘛咧吼，有这个故事啦吼、啊。啊，1970年代吼、啊，咱知影这个发生真济代志吼，啊，就是台湾世界啊，台湾独立联盟成立吼，啊，都拄好讲啦吼，这人拢变当个台湾啦吼。啊，拢大部分拢跳落去选举吼。啊，彭教授呢，嘛1970年啊，走去瑞典吼。啊，1970年
文良地主宅呢有这弃种的代志哈。啊，七一年，哦，蒋介石啊，甲伊的这个代表哈，被驱出联合国。啊，这点呢，大家要清楚哈，唔是中华民国被驱出联合国，哈。咱吼教育讲，哎，中华民国被驱出联合国，唔是联合国的国语文呢，写甲真清楚，就是讲蒋介石甲伊的代表啊，驱出联合国。啊，中华民国联合国的国籍呢，啊，搁伫咧，只不过伊名称呢，由中华民国改做中华人民共和国。啊，所以台湾伫台湾话讲要等于联合国的话界。你无可能用中华民国的名去等于联合国，因为联合国已经有中华民国这个国会籍啊，呢哈。所以这点吼，啊，大家要清楚哈。啊，七五年蒋介石死亡吼，啊，这个蒋经国呢继续独裁统治台湾哈。啊，七九年吼嘛，真多代志发生哈。啊，这个。美丽岛事件伫七九年发生伫高雄吼，啊七九年呢，美国甲台湾断交，啊断交呢，当时呢有即个美国国会通过一个台湾关系法，啊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国会通过吼，伊是美国的一个国内法，啊美国一个国家呐通过一个国内。法律呢，和台湾发生关系，因为台湾那是一个国家，就是要有条约，各个国来有条约，伊这唔是，这是台湾关系法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证明台湾唔是一个国家，啊，这个台湾关系法内底呢，伊讲，从1979年7月初开始呢。过去叫做中华民国，即马改做台湾统治总局，吼、哦，叫做 The Governing Authority on Taiwan， 伊是统治总局。所以伫台湾咧选举的呢，唔是咧选总统，伊是咧选伫统治总局的局长啦，吼、哦，唔是总统啦。啊，咱家己画总统画足爽的吼，啊，唔是就是一个局长尔啦，吼、哦。所以证明台湾。啊，唔是一个国家吼、哦。啊，1986年啊，民进党成立，突破党禁吼。啊，1987年戒严吼、哦。啊，这个1989年啊，郑南榕先生自焚吼、哦。啊，这个1990年开始，哇，海外只黑名单都渐渐转来吼、哦。啊，拄有提起吼、哦，这个突破黑名单的代志。啊，这个1990吼，啊，李登辉变成做一个中华民国的总统。啊，1991年吼，这个代志发生吼，啊，这个1992年呢，李登辉就是第一任的民选的总统。啊，2000年哇，啊，变成当选总统吼，大家真欢喜。包括我嘛，足欢喜的吼，我嘛走去总统府的头前，伊也参加伊的典礼呢吼。啊，结果呢，你话讲用正名运动啊，制定宪法来改变台湾的现状，这无可能吼。要经过这个选举来改变台湾的现状，无可能。啊，所以唔呐，无可能呢，连做总统也变啊，这嘛嘛一个关伫俄罗。乌罗帕的乌罗安尼吼，啊，这个林志成先生吼，诶，这个案件啊，拄拄也有讲吼，啊，就是根据《旧金山合约》吼，美国是主要占领权国，啊，所以对台湾呢有管辖权吼。啊，既然有管辖权，咱伫台湾顶权的这人呢，台湾人呢，爱受着美国宪法的保护吼。啊！伊这个论述啦、啊，经过法院的这个验证，哦，是正确的哈、哦。啊，所以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呢，啊，就是安尼讲哈，拄拄啊有讲过哈、哦。六十几年来，咱拢伫政治联合内底哈，啊，无一个一致认知的政府，啊，伫国际社会上呢，
啊，咱无确定的这个地位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这个故事的一个结论啦吼、哦。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吼、哦，啊，我留差不多两三分钟。啊，各位，若有啥物问题要分享吼、哦，啊，伫这个两三分钟内底吼，啊，会当大家分享一下吼。哦啊，各位到即马唔知有啥问题无？那无吼，我想就是讲，即马民政府呢，经过即个行医的即个训练吼，啊，咱目前的人数差不多。好两千个啦，吼、哦！啊，这个数字呢，你比较整个的人口讲起来，吼、哦，也是非常非常的少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我是感觉要引导中华民国，咱来靠咱家己的打拼，咱的人若愈多，吼、哦，讲起来，等于这亲戚五十，吼、哦，朋友六十，吼、哦，这拢。一个一个讲的时阵吼，咱的数量若有两万、三万，增加到十万去吼，我想中华民国无倒嘛真难啦吼。所以咱袂使要求讲啊，你美国拢无要创啥，日本无要创啥吼。咱来问咱家己，咱家己是创啥物吼？咱家己爱打拼，咱对咱的孙啊，对咱的新妇。啊，咱拢该讲北京话咧，咱拢该讲中国话咧，啊，咱的家己的母语嘛拢无去啊咧，吼、哦，所以咱爱问咱家己，咱爱家己爱反省，吼、哦，唔是讲干来要靠别人，咱爱靠家己，啊，咱无偌久呢，就有可能像埃及安尼，有法度引导一个独裁的政权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爱看咱家己，吼、哦，啊，今仔日呢，感谢各位学员，吼、哦。啊，咱这课直接结束，祝各位有一个真快乐的这个热天安尼吼，感谢大家，感谢。请起立，起立，休困十分钟。